下士。柴房。您若是嫌怠慢，柴房好啊。傻小子，馋态了，岂不闻烈女怕馋狼？啊？那个，有志者事竟成。文哥行。哎，在呢。你叫我名字，怎么叫得这么好听啊？你个鳖孙儿！阿旭，阿旭，阿旭啊，阿旭，跳魂呢？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去广东哪吃的？你为何不自己去啊？好好好，我去，我去。你看看别的女孩子，都是什么做派？哇！吃，你怎么还和这傻子混在一起啊？对呀，还和那俩傻子混在一起。呀！救命啊！你们师徒二人整天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好吃懒做。圣人有云：“君子远庖厨。”感情是讹我来做奴才的。看什么看？下士，柴房。您若是嫌怠慢，柴房。下士，柴房。您若是嫌怠慢，柴房好啊。傻小子，馋态了，岂不闻烈女怕馋狼？啊，那个，有志者事竟成。文哥行。哎，在呢。你叫我名字，怎么叫得这么好听啊？你个鳖孙儿！阿旭，阿旭，阿旭啊，阿旭，跳魂呢？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去广东哪吃的？你为何不自己去啊？好好好，我去，我去。你看看别的女孩子都是什么做派？哇，好吃。你怎么还和这傻子混在一起啊？对呀，还和那俩傻子混在一起。呀！救命啊！你们师徒二人整天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好吃懒做。圣人有云：“君子远庖厨。”感情是讹我来做奴才的。看什么看？明星陪你看，我是龚云熙。那最近呢，有一部真的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剧啊，正在我们优酷独家热播当中，那就是《山河令》。此处应该有掌声。那我们今天也非常开心的请到了两位主角，首先请两位跟我们优酷朋友打个招呼，好不好？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哲瀚，在《山河令》当中饰演的是周子舒这个角色。欢迎哲瀚，龚俊。Hello， 大家好，我是龚俊，在《山河令》当中饰演的是温客行。其实龚俊之前有来过我们明星陪你看哈，然后哲瀚是第一次来。对，我第一次。对，所以作为前辈，有没有什么经验要传授一下？不用担心，跟着哥哥混。行，大哥，照着你一路走好，照着你。这个兄弟情深有点瘆人哈。好，那按照传统呢，我们肯定是要介绍一下自己这个角色性格，对不对？但是呢，两位既然关系这么好，我们就互相来介绍对方的这个角色的特点啊、性格啊，并且要说出对方这个角色比较吸引你的闪光点，好不好？那哲瀚先开始吧。温客行这个角色呢，我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因为首先要演好个角色呢，对手也是非常的重要。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啊。温客行呢，其实他是一个内心，我觉得其实是一个非常小孩和非常单纯的人。他从小到大生活在那个，哎，你剧透了。对，我没说啊。生活在一个非常惨烈的地方，尔虞我诈，打打杀杀。但是他其实内心对待这个像在就是像在我们现在社会里啊，包括一些
人际关系啊，儿女情长，他其实是个很不了解的状态，所以他这个人反而有很多，有几面性吧。一方面他是一个非常很爱憎分明的角色，一方面他又是个很温暖很柔情的这样的一个人。对待不同的人他就会，因为其实我们大家也一样，对待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面貌，不同的反应。温客行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一个非常讨喜的角色吧，我觉得是。哇塞，这个评价还是很高的哈。哇塞，厉害啊，张老师。你本来想骂他的，结果人家一顿夸，不好意思了是吗？周子舒这个角色呢，我也做了非常透彻的研究。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对，哎，其实，我的理解哈，闪光点，周子舒对于温客行来说，就是他一生当中的这道光。他发现周子舒这个人，就是自己生命中要寻找的那道光，所以就一直追随着他，对，想一探究竟。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以前见过的那个人，是不是你这还是站在温客行的角度。周子舒，对，你要说周子舒。说周子舒说跑题了。周子舒这个人，周子舒这个人对自己太狠了，就是一个非常狠的角色。他为了去过自己想要的日子，宁可放弃自己后半生的这个生命啊，非常狠，杀伐决断，对自己都下得了这么狠的手。是个非常而且武功非常高强。他为了，反正他也是为了追逐自己的自由，宁愿放弃武功放弃生命。但是他碰到温客行之后，忽然之间对这个世界有所改变，就忽然觉得温客行教会了他温暖，教会了他学会怎么去生活，对，怎么去热爱这个世界。对，所以说我觉得温客行和周子舒就是一个知己和伯乐的感觉吧。君汉刚刚的表情很复杂，似笑非笑，你觉得他说的这个合你心意呢还是不合你心意呢？这一看就没有走入周子舒的内心。说的都是一些很空泛很浅显的东西，回去再好好看看剧本，好好追追剧，周子舒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好好研究一下。你刚才不是这么说的，之前采访。没有啊，人家深入内心，看似很相似但却很不同。 OK 你说啥是啥。好，哎，所以两位这次是第一次合作吗？对。那你们之前没有合作之前对彼此的印象是什么样的？没有合作之前不知道有这个人的存在。完了，一会儿出门。因为他本来就入行时间也比较晚嘛。然后加上可能他之前你演的古装多吗？不是特别多。对，然后我一直在横店，因为我们横店就是经常拍古装的是有一个就大家会就好像走街串巷一样，大家都是邻居街坊一样，就经常会碰到。对，所以就是基本上经常拍古装的还都有合作过。然后所以说工具，哎，对这个人首先是不了解，没有看过，因为我平时自己也很少看就是电视剧啊什么的。然后后来第一印象我们是在练武术。没有先吃饭吗？先吃饭，先练武术。哎，先吃饭，忘了。先吃饭吧。对，先吃饭。那天晚上见来说，哇，个子好高啊。就是帅小伙。就颜值是，哎，一看哇，帅哥，颜值就这个就不用考虑了。对吧？然后剩下就看看演戏怎么样，或者是就是这个就开始训练了。所以龚俊呢，就之前对哲瀚什么印象，然后见了以后是什么印象？当我知道那个对手是张哲瀚的时候，我还上网搜了一下，去微博，他微博我就就谁也不吃亏，一定要回击回去。带着问号，为什么这个人要给自己微博名取一个疯子呢？你后来有问过他吗？也没有问过，但是我能感觉到这个人做事情就比较专一。感觉像他之前不是打篮球吗？我们聊天聊过，然后就是非常的
就热爱篮球，然后现在因为自己不是受伤了嘛，然后现在打高尔夫也是非常老干部，每天没戏就非常准时早起要打高尔夫，就是坚持做一件事情，能感觉到对这个自己喜欢的事情非常的狂热。意思我就是不热爱演戏了，不是说你生活，热爱生活，所以为什么叫疯子？可不可以给公俊解释一下？热爱一件事情啊，你说，你问你呢？你问他说是你问你问我，你不是给自己起名？一看是研究过，研究过，知己。深入了解了，深入了解，非常了解我，这就是我就是做一件事情比较疯狂，比较执着的，对，明白了。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陪看环节了。OK， 好，没有声音，声音放大一点。哦，哦，哇，哦，这是哲瀚吗？是，易容。他的易容术，哇塞哇塞，哇！我记得很清楚，这条拍了好多遍，我们俩无数遍，各种角度，就是打的那个机位。哇，你们那个肤色的差距真的是，他故意的，故意的画黑嘛，画丑吧。哇哦，哇塞，这扇子好帅。这是你们第一场就是彼此在一块的打戏吗？算，对，是。所以当时为什么会拍了好多？好漂亮啊！所以当时为什么？因为比较要求比较严格吧，我们的戏，这段打戏，也这段打戏也非常重要嘛。真的很美，好漂亮。你知道，因为这个肤色有点黑，然后衬了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对。那转也转很多圈。哇哦！我把你衬的，你真的是衬的更黑。莫怪莫怪。兄台的步伐翩翩若仙，小可一见难忘，这才特地前来，想再见识一番。认识，酿了个推了。公子，可有眼疾啊？是你即兴发挥的吗？不是，我眼光好着呢。这步伐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甚美，甚美。这个剧里的台词确实是不太好背啊。是我们这剧很多都要百度查。我见兄台亦是好酒，这段拍好多遍。春色正好，还好吧？很多啊。一步船上喝几杯，那个走位。所谓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呢。公子一路尾随，究竟有何目的？不妨明示。尾随？不是兄台吩咐的说，有缘江湖再见，我这不就来见你了？哦，所以这是他们第二次见面。对，之前见过。放个屁都是香。这个是他即兴加的。哎，那咱们下次还江湖再见不？所以当时你们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对阿徐和老温当时是什么样的印象？觉得对方是什么样的人？就很烦他。这个人就是，就我也不想和他打。然后这个人呢，就想就像那种小朋友，你知道吗？骚扰啊！小朋友就我小时候就是这种小孩，就是我有哥哥有弟弟，哎，哥哥搞一下，然后问他，那你就是那种很欠扁的，要你来打我来打我啊，就那种，结果被哥哥揍了一顿，对，被哥哥揍完以后就弄下弟弟，哎，你来弄啊，然后弟弟啊气得要死，就追着你满街跑，你就弄弟弟，弟弟又跑不过你，又打不过你，就他就是这种人，就很烦，你知道吗？所以老温当时觉得阿徐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见他觉得我像狗皮膏药，但是我是想让他出招。我是想见识一下他真正的实力是不是以前认识的那个人，所以才像狗皮膏药一样黏着他。他就是好奇，因为为什么这个人武功很高，然后为什么要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他就是好奇嘛。然后我又想隐藏自己，我又不想被别人打扰。
就是一个这样的。我就得死缠烂打，夜女怕缠狼。对。哎，所以当时你对他说"甚美，甚美"的时候，你没有笑场吗？第一次看剧本会有，哎，怎么形容一个男生这样形容？他，你形容不是我甚美甚美，是觉得我的那个武功步伐甚美。这剧里面也形容过你，我知道蝴蝶谷甚美。哎，那如果龚俊现场形容哲瀚甚美，你会笑场吗？我如果形容他，现在用试一下现代剧，张老师，甚美，甚美。这还没有笑场，然后我们其他所有人全都笑了。好，所以你们俩在对戏的时候谁笑场会比较多？我们俩就还好吧，不太笑场，也不是很容易笑场。因为他就不是一个很，其实笑场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笑场，笑场是代表就是这两个人已经很熟了，然后会打闹或者会开心，就是一种很放松的表现，其实是一个当时拍的时候可能大家还没有那么特别的熟，所以但是我得演好，我怎么能笑场呢？笑场证明了我不是很专业。就不是，如果真的是很好关系，或者到了后期我们俩打打闹闹，我知道最容易笑场是跟谁，我们俩跟叶百亿。对啊，就是他可太好笑了，所以就从那儿开始就笑场，经常笑场。对，就是其实是一个笑场，是一个代表大家都在一个很轻松的创作环境当中，就无所谓了，没过了再来一条。我们越笑场他越紧张。为什么叶百亿他是怎么了？因为叶老师的词儿比较难。我们越笑，哎，叶老师当时越紧张。对，当时可能比较辛苦，我们这个通告来回就是有晚上夜戏啊，他可能就是很拗口，真的很拗口。我们那词儿，他有对他的词儿，对，他经常秃噜嘴。对，明白了哈。哎，那有没有哪一次 NG 让你们俩印象特别深的，或者哪一条一直不断在 NG？ 不断在 NG。对，不断在 NG， 好像没什么吧？没什么。没什么，没有不断 NG 的，只有重拍的，只有不断 NG 的，只有对制片觉得不够完美。我们一定要制片觉得太那个什么了，要我们收敛一点，我们一定要精益求精。这部戏哪怕投入再多的钱都无所谓。对，所以这表明了我们制作非常精良，我们的决心，我们下定决心要拍好一部戏。两位，就是如果我们走开，是不是可以继续说相声说下去？张老师，够了，一个捧哏，一个逗哏，很专业啊。好，那我们接下来有一个小小的测试哈，我们请两位来对视30秒，然后呢彼此做鬼脸，看看谁最先笑场，好不好？没问题。对，就是谁先笑场，谁就要接受惩罚。龚老师的眼神太过于杀伤力了。好，来，我们计时30秒钟啊，计时30秒。行。怎么？你们要先放狠话吗？啊，开始了不是吗？已经直接开始了哈，来，倒计时开始，就做鬼脸哦。龚俊真的是一点偶像包袱都没有。上了，他上了，他怎么不做呀？你真的是一点偶像包袱都没有。我眼睛只能说龚老师做得好，我都没有看你，我眼睛都已经斗鸡眼了。精彩，可以可以。龚老师做得好，太无聊了。是是是，来，那我们哲瀚就要接受惩罚了哈。来，我们把手机拿上来，我们有个这个搞怪三连拍，我们请龚俊帮哲瀚拍一下，拍三张。还不是要做鬼脸一样的，我给你选个最丑的。这个大脸特效，胖脸特效，哎，可以。哎，怎么还有音乐啊？这个三连拍，一，再来一张，换个表情，二，三，最丑的，最丑最丑，你要不要看一下？好，我们也可以给我们的优酷的网友展示一下。这个展示，你们后台自己看是不是？还是这看得到吗？对，可以滑一下。我选了一个胖脸特效，故意的。OK， 好，谢谢。这个给谁？来，谢谢。那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看一看第二个片段。来吧，这是哪儿？没声音。周兄，
咱们这缘分委实深啊。所以你的易容术的精髓就是把自己弄黑，再粘个大胡子。对，是阴魂不散吧？不知温公子一直跟着我，所欲何为？不妨明示。我想要的很简单，你让我看看你的庐山真面目啊！这是我就告诉你，这是我们开机没多久拍的，不如刚开机，先让我看看你的真面目。你的真面目想必是很俊啊，我的真面目嘛，可就不一定那么好看了，有可能是满脸疮疤，有可能是青面獠牙。任他是什么，我都没有兴趣。不过我也奉劝温公子一句，与你无关的事情别那么感兴趣。那么我请问周兄，楼上的张公子和你又有什么关系，你就情愿不知深浅一脚踏入这漩涡？受人之托，台词你都还记得哦？中人大概记得。我只需将张公子安全送到赵静手中，旁的事与我无关。这个应该很难拍吧？对，这拍挺多。哎呦！主人，你们喝酒怎么不叫我？阿香，我问你。世界上第二可爱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哎呀，来了。什么人？请我吃饭的人。是嘴硬心软的人。那世界上最可爱的人是谁啊？是腰细腿长又嘴硬心软的人。所以老温的说话风格就是这样，甜腻甜腻的嘛。这他就是齁咸齁咸，非常主动。所以后面还有什么比这个还要夸张的台词吗？太多了。他就是一个花花公子。哇塞，这词儿哈，很会哎。对，他挺会的。好，那我们现在要让你们说出对方角色的三个缺点。三个缺点。对，然后呢，另外一个人说完以后再辩驳一下，替自己这个角色。那哲瀚先开始。太过于自我。说是角色还是角色？角色。太过于骚气。话太多。自我骚气话太多。有没有什么要解释的？没什么要解释的，这不就是温客行吗？默认了。哎，话多要分。要分谁？你看我在鬼谷是不是直接动手了就？分对，说话的对象是谁？好，那来，哲瀚这个角色阿旭的三个缺点。哎呀，太完美了，他都说不出来。太高冷了，难以接近。脸上永远写着生人勿近。其实内心非常的火热。这不是就一个意思吗？表里不一。哦，第二点，表里不一。表里不一，然后抠，抠，好多银子你都不想给我给，不是给温客行花？为什么要给温客行花银子？大哥，我们不是一路的同伴吗？你是花花公子，你有钱啊？我哪有你有钱呀？你庄主你没钱？没钱啊，庄主就一个人。对，一个人有什么钱？你继承了你们庄的所有钱。你们庄就你一个人，然后你是庄主。对，漂亮。好，那抠这点算辩驳了，前面高冷和那个生人勿近。高冷不一定就是个缺点，我觉得高冷只是一个人的性格，不能算缺点吧。对吧，你平时生活当中你也很高冷啊。我还行吧。好，那我们这个互相说完缺点，接下来互相夸一夸了哈。两位在花式彩虹屁夸一下对方，夸一下对方的这个角色以及对方本人。还是从哲瀚先开始。
不得不说，我们的编剧老师，非常的有文采，给温客行的台词都非常的好，仿佛演的这个角色就像读了一本，就是叫什么《唐诗宋词三百首》，那张口就来啊，我是很羡慕，我说。让我演温客行的话，那我等于背了很多诗啊，随时随地我就可以向大家展示啊，你看他现在记那么牢，对吧，当初背的时候一定很痛苦，对吧，现在记那么牢多好，这都是我们学到肚子里的文化，所以温客行这个角色很有文采，那龚俊本人呢，你有什么要夸的吗？我用反雪夸一下你。哎呀，这个有的时候啊真的是很羡慕，这个张老师他的词儿啊太少了，我每天啊都得提前好久背，有的时候我的那些戏都是一两页纸的词儿，他就离我远点就好了，就非常简单，哎，搞得我有时候觉得我自己是不是太主动了，是不是啊，你这是反雪吗？这不是反雪吗？这不你没有理解到反雪的精髓吧？那你说你用反雪对反雪有什么误解吧？那你用反雪夸一下。我刚想着怎么说来，就像反雪是这样的，看看周子舒，武功太高了，高到必须给自己钉上七颗钉子，好减去自己的一些功力，要不然都没法做一个正常人。行走在江湖当中，那家伙那自带的气场都得吓到别人，长得太帅了吧，就得故意把自己弄得丑一点，怕一展示出自己的容貌就会惊艳到别人，这叫反雪。对，这个果然夸起自己来就很厉害，特别上道，夸起自己来就是滔滔不绝啊。现在学会反雪了吗？学会了。那来吧，夸夸自己吧，夸自己这个角色。哎，话说温客行啊，手下这么多鬼谷是吧，这么多兄弟，这么多厉害的各种鬼，从来不使唤一个人，带着阿紫阿香就打江湖，哎，有时候真的很羡慕。江湖打江湖呀，闯荡江湖啊。OK OK， 是不是有手下我都懒得使，是不是，就是高手都不需要，就靠自己就行了。好像还是没有悟得很透彻哈。他这个醒悟能力还是背词比较适合。对，还是适合背。多背呗。对，好记性就可以了。好记性。对，好，我们来再看看下一个片段。哎，这是义庄。哇哦。还挺吓人的，哎呦我天，不许碰他，不许欺负他。龙文快醒醒，这是幻觉。哎，在呢。这是喝酒了吗还是什么事？是中了那个幻术了，中了那个毒术，然后就把自己内心的那一面展现出来了。药人，该死，那纸人入化了迷香，是最生的死。你怕血？笑死人了。喝了汤。什么？糖？甜的？周子舒，你骗人！我告诉我娘去。娘，他刚叫我什么？他何时知道了我的名字？周子舒第一次叫出周子舒。所以之前是一直不叫名字，就叫 A 位吗？不是，我叫周旭，我只告诉他我叫周旭。对，他没告诉他。周子舒这个人很少人知道。王克行，帮忙！杀！
我最后死得这么难看。呀把你拍的。你看他杀人太简单了。扔扇子就行了。真是个好东西。真的行。哎在呢你叫我名字怎么叫的这么好听啊你个鳖孙儿。你这个方言体系还挺走南闯北都有哈、啊、没有他学的那个河南话之前有个人物是河南哎呀呀呀呀呀飞来飞去没意思哎呀呀呀呀呀哎怎么就跳到这儿来了你想干嘛别再逞能你的内伤是怎么回事关你屁事还来周先生你功力再好背后也没长眼吧没长眼就好生坐着干什么阿雀你这易容的本事还是有点差劲啊后面都笑得不行了头脸脖子都照顾到了这身上愣是没擦到你还不认啊我晒了不行吗阿雪你到底是在躲谁啊我最想躲的人就是你我我你躲你是躲不掉的我你是躲不掉的但是你若易容是为了躲避别的什么人那倒大可不必而今有我在你身边任凭你的仇家是天王老子神仙鬼怪我也能怎么你还有见神杀神见佛杀佛的本领哎罪过罪过我闻某人心系天下苍生怎会乱造杀孽我要说的是啊任凭你的仇家是谁来了我也能以德服人一通引经据典天花乱坠说的他是戾气尽消放下屠刀嘿你这个记性真的很可以拍完多久了拍完好久半年了吧然后你台词竟然都还记得、哎呦我天这词儿真的是我们编剧老师哇你真的每一段台词必须得好好背就不能自己瞎说嗯每一段台词你基本都能再复述出来是的背下背得挺熟的、但是老温真的很会挺会的你觉得你本人跟这个角色谁更会一点他会啊我会啥我啥都不会你们俩拍刚刚那一段的时候有笑场吗当时有笑场吗笑场倒没有倒挺尴尬的嗯然后怎么化解的这个尴尬呢还是就强行继续尴尬下去那因为我们这个拍这个戏都是大夜了那天没办法大家工作人员都得睡觉我们得专业对敬业敬业明白了哈你看每一次阿旭有困难的时候呢老温都会很及时的出现所以这个张震撼对于危难关头总是来出手相助的龚俊有没有什么感恩的话有没有很感动彩虹屁事件很感动说不上吧要不是因为他我也不至于惹上那么多麻烦要不是算了不剧透那有在这个剧里面跟他邀过功吗就是邀过呀温大善人我你不感谢我邀过很多次啊我还帮他救徒儿救他救徒儿很多次然后你每次跟他邀功的时候他都是什么反应冷漠不理我好吧冷淡那你们俩现实生活当中呢就是你们俩相处也是一个冷一点一个热一点还是彼此都挺高冷的就我们俩都比较慢热我觉得但是我会比他稍微好一点我觉得就可能有时候稍微活跃一下气氛对比如说唱歌什么的活跃的气氛好那这个因为阿旭每一次遇到危险的时候都可以化险为夷嘛所以哲瀚你有没有什么生活当中的这种现实的例子就是有什么好运的事儿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让大家2021年新年话蹭蹭你的好运欧气欧气好运有没有什么你回想起来觉得自己特别幸运的事儿2020年
就一直有戏拍，就是特别幸运的事情。嗯嗯，大家工作满满，赚钱多多，对对，可以转发这个张哲瀚。好，对，希望大家新的一年里都可以工作顺利吧。嗯，然后越努力越幸运。嗯，耶、yeah, ，发财。也补到，大家都发财。然后很多网友说周子舒跟温客行两个人的组合呢，特别像是退休公务员和在职古惑仔一起匡扶正义。你们觉得网友们这个评价中肯吗？到位吗？退休公务员，你是？对啊，在职古惑仔，对呀。哎，是吧？还挺形象的。嗯，对，是吧？是吧？嗯，概括的很到位哈。还比较到位吧，因为我鬼谷古冢。嗯，好，来我们一起来看看下一个片段。来了，又是这个名场面啊！这就是你刚刚说那个在船上，对对对，就接刚才的戏，紧接的，摘他面具马上。好像在跳舞，这个舞蹈都这不不这个打斗设计的好好美啊！是的，是的，我们舞指老师挺用心。哇，这场是不是很难拍啊？真的在湖面上拍了很多天吧？嗯，这场。像因为非常重要嘛，嗯，这会不会很危险啊？拍摄的时候还好吧，就衣服我们俩都会水嘛，都会游泳，没事，没关系。阿去，认栽吗？着急了，你就输了一招，也不用这么没脸见人吧？这个画面真的好漂亮啊！对，嗯，这胜败啊，乃兵家常事。阿轩，阿轩，你是故意的吗？对，故意的。阿旭，别玩了，快出来！阿旭，阿旭，哇哦！哇、wow、哦，这是他第一次露出真容吗？ Yeah, 在你面前，阿旭，这我们杀青那天拍的吧？是不是？嗯，我们这场戏这个下水是我们杀青那天拍的，最后一天了。我第一次露出真容，反而是杀青那天拍的。这上面不是，下水是。嗯看什么看、啊哎、好了好了，阿旭别闹了，意犹未尽怎么办？好想知道后面的对话，大家一定记住锁定优酷啊，对，接着追，对，哎，所以这个当时第一次看到他真容，老温心里是什么感觉？就是都在眼神和表演里的，是不是、哦、老温是吧？嗯，当然你也可以说你自己啦。哇塞，你可终于露出真容了。嗯，我果然没看错人、嗯、还是那么的帅气。嗯，是不是？你们猜一下、就是、嗯，你说说。这种识骨相嘛，老温骨识骨达人，看骨相就能知道你这个人长得怎么样。嗯，
当我第一眼看见你的蝴蝶骨，便认定了，你必定是个。好，说到石骨像啊，大家感兴趣呢可以看一下我们优酷另外一场见面会，这位所谓的石骨像达人在辨认骨头的时候一个都没认出来。哎呀，我这石人骨比较厉害。好石这个我觉得石骨像没有用，你有空还是学学正骨吧。正骨现在还多一份副业，推拿。对，正骨推拿可以。对，比如说以后我腰酸了，我就找给自己推龚师傅。就挣个外快还还房贷是吗？对啊，可以学。我的天哪，我们当时夏天在横店，嗯，我们还处处要拍那个生火堆的戏。哦，是，记不记得好多场都生火，我们在野外很多场的，只要是夜戏就要生火。生火生火，然后又有那个烟，着边那个烟熏的呛的就要咳嗽，都还得说台词。就比如说这种场景，其实已经热的开始狂冒汗了，那还要假装自己一点都不热，在烤火，我好冷啊，要烤火。哎，你们猜一下，放这一段的时候，弹幕上会打什么？打什么？《山河令》，YYDS， 知道什么意思吗？不知道。YYDS， 你知道呀？你今天学到了。我知道啊。你解释一下。永远的神。可以，这个饭圈用语掌握的很到位啊。可以哈。对，我们都猜就是到时候弹幕上应该会清一色打，就是我阿旭终于恢复这该死的美貌了。这第几集？第六集还是第几集？反正蛮久的。第五集，五六集吧。我也不知道怎么剪的，反正。哎，但是哲瀚第一次试完乞丐装那个造型，你当时感觉怎么样？挺好的。嗯。我觉得周子舒越来越有味道了。这个角色又具备了成熟男人的魅力，又给大家展现了年少，就是青春的洋溢的样子，就都有，非常的完美。你本人有偶像包袱吗？我还好。那秃顶和发福必须要选一个，你选哪个？发福。又选一个。头发不能没有，肚子可以变大，头发一定要留住。那头发可以直啊，那你、就是、哇，那直还不是直自己的？那拆东墙补西墙，那不一样吗？所以你也是秃顶和发福会选？我发福不还能剪回去？对、那秃顶了，那就中剪不回去了。所以龚俊第一次看到哲瀚那个乞丐的造型，当时是什么感觉？我第一次看到还要比这更重，因为当时他们要求要从那个最先画到最深，然后再慢慢往回变淡。我第一次看，哇塞，对自己这么狠，已经很看不出来是他了，你知道吗？这加的更重，很脏，这已经是调过好一些了，就差画个一字眉了。所以你们俩会有想再挑战比这个造型更夸张的角色吗？还是觉得这个已经是底线了？可以啊，主要是就是要符合角色嘛，我觉得是符合角色才是最重要的。对，对，那哲瀚第一次看到龚俊一身红衣的那个造型是什么感觉？红衣，对，鬼谷谷主的造型。你不要老说自己是鬼谷谷主，你看前十集根本就不知道。他都说红衣了，红衣这不是有了吗？鬼谷谷主呀，这后面就是有了。红衣不一定是鬼谷谷主。OK， 那你说，不要老说自己是鬼谷谷主，请说，形容一下。看到他一身红衣啊，这很符合他的气质啊，像朵红花一样。他的气质为什么是像朵红花？就是我乍艳，你看温客行就是一个，你看出来了吧，自信满满，以为自己风度翩翩风流倜傥，其实不想理他，你知道吗？哎呦，真的是，就是这种穷追不舍，叫死缠烂打。大家都要学习他这种精神，像红花一样热烈，对，热烈奔放。对，说到我这个衣服，我真的烈火也不算吐槽。我们制片人就在后面盯着我，我们制片人审美就喜欢给我穿鲜艳的。我一开始说实话，我一开始定妆的时候，这是我的衣服吗？这么五颜六色，五彩斑斓。到了后面就慢慢接受了。到后面，哎，我觉得，越看怎么，越来越顺眼了，就觉得还挺好看。自己就慢慢的从一个就老实巴交的龚俊，变成了一个
大红花，大红花的温客行。嗯，你看，说明制片人眼光还是很厉害的，看出来你有驾驭这些颜色的本领。嗯，哎，对，制片人眼光不错。嗯，对，我制片人就在后面凝视着我们。好，之前哲瀚有在微博上号召大家来帮你 P 图哈，所以我们今天呢就直接现场来两部手机，你们现场帮对方 P 一下这个图。帮 P 什么图？来，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不是 P 好的剧照吗？对啊。需要干嘛？需要你想怎么 P 怎么 P。P 丑也没关系。对。P 谁呢？就是这个意思。P 谁呢？P 对方。P 自己还是P对方？看着啊。P 对方。先给你整一个，眼睛放大，放大你的脸。嗯。先把鼻子放大。你们可是在互相 P 哈、啊。笑，有你瘦的。清晰人像。哦，这不行，这跳转 APP 了。不要笑。增高塑形，把他脸拉长一点。你看，还是很贴合角色。这边就一句话都不说，默默的在那发狠的 P。脸拉长，我也会拉长，不能自损，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不能拉长。瘦脸，这个瘦脸也可以增肥把脸，然后到时候到底谁P的更丑呢？我们可以期待一下。感觉哲瀚这边有点意思。还可以干嘛？去皱，不给他去皱。亮眼，亮眼吧。哎，你们生活当中会自己P图吗？会啊。我不会。P图这很简单，我教你。黑眼圈给你 P 一 P 重一点。差不多了，我觉得这已经可以了。好的。好 ,P 完了是吧？看看你的。我们对着镜头先展示一下好不好？来，哲瀚。上。不能动了。这个还好啦，还好。你把我 P 成蛇精了好不好？我给你展示一下，还好，来展示一下真正的易容术。放大一下。哇塞！看就是这个镜头看得清吗？好，珍藏一下，储存一下。对，两个人保存一下哈。所以看到对方给自己 P 成这样，有没有什么想说的？真有你的。你是不是要用你那个河南话回复一下？哎呀！河南话，这个给他们。对，给他们，不说河南话了。我们这两幅图会珍藏的，你们彼此造就的彼此。好，我们一起来看下一个短片。管你是清风剑派还是正风剑派，这见到男朋友了。你和我们家阿香很熟吗？不熟不熟，我们刚认识的。公子，我们一起。既然不熟。那他的熟人来了，就请您行个方便，圆润的，走远点。实在抱歉，抱歉，抱歉。嘿嘿，你看这个阿香，哎呀呀呀，哎呀呀！主人，什么叫圆润的走远点？滚的文雅说法。阿香，你从哪儿认识的这么附庸风雅的半吊子？九哥和洛神父都被串了，能把屈原给气活过来。屈原是谁啊？关他什么事儿啊？再靠近点。反正不准你跟这个没文化的臭小子来往，听见了吗？我觉得他挺有文化的呀，比我有文化多了。跟你比。我怎么没看见那痨病鬼啊？他去哪儿了？你关心他做甚？怎么，想让他做上门女婿？我才不敢呢。他呀，看起来和和气气的，
实际上没人看着他的时候，眼神比鬼都可怕。是吗？那你还问他？我觉得因为他在的时候，你看起来更像个人。我看你谈吐衣着也不俗，怎么还吃霸王餐呢？啊？没钱还笔墨回报，敢问你是哪里的名家呀？嘘，小二跟你相声。喂，怎么你没带钱啊？不，少爷，没钱还请人吃饭，这不太合适吧？不要紧，我这里有。哪有让姑娘付账的道理？这位公子的账我结了。阿旭，荷包。你的荷包呢？哎，终日打雁，终被雁啄了眼。头先在街上，我见到一位俊秀的书生，他与我擦肩而过，还冲我笑了笑。谁知道卿本佳人，奈何做贼呀？哎，是不是一个穿青色学士服、丹凤眼、皮肤白皙的书生？我在书画摊子前见过他，还和他聊了两句。一定是他把我的荷包摸走的。你也会着了方不知的当？方不知，贼祖宗方不知，我知道了，就是他偷的我荷包。哎，我这样一个善良柔弱的书生，初次行走江湖，难免吃些暗亏，无妨无妨。阿旭，把你的荷包给我。不给。咱们什么关系让我替你买单？所以在剧里面，老恩经常让阿旭帮他买单吗？是啊，他还说我抠，真的是，经常最抠的就是他。对啊，人家为什么要帮你买单啊？对呀，这不是一起行走江湖吗？知己嘛，借钱又不还，还需要还吗？哎，之前这个你借他垫子要他付钱，然后人家还了你可乐是吗？垫子？哦，对对对，你咋知道？那可不。这个是这个坐垫哦，两清了吗？之间的这个钱货交往？对啊，我给他还了可乐，我冰冻可乐好多呢。嗯，所以现在两个人已经没有什么债务往来了，是吧？没有。那如果两个人出去吃饭或者聚餐或者拍戏期间，是谁付账比较多呢？没吃过几次，吃了就吃了一次。嗯，哎，那次张老师买的单。嗯，看。你看，没办法，作为前辈还得大气。对，是啊。作为老温的钱包，啊，所以两位如果现实当中有妹妹的话，就是她交男朋友，你们会干涉吗？妹妹对交男朋友，对，跟我有啥关系？完全就随意她，对啊，做哥哥没有什么。妹妹交男朋友，之前我有表妹啊，之前就是一直跟她讲，我说你交男朋友的时候先带过来给我看看，可是人家不听啊，对吧？都结婚了我才见到。那工具呢？哎呀，我妹妹交男朋友，开心就好。这是，哎呀，我跟温客行不一样。温客行对阿香，就相当于父子，有点像。因为从小一起长大的。父女，他带着阿香一起长大的。对，就是很亲密，父女的关系。那得帮阿香。涉世不深，阿香那得帮阿香严格把控，对吧？这个女婿。好。那如果说你们的妹妹或者说女儿要找男朋友，就在阿旭和老温两个人当中选，你们会选谁？那肯定不能找温客行。啊，妹妹或者女儿找男朋友，对，在你们两个角色里面找。其实我觉得两个人其实本质都挺好的，我说实话。那不能找温客行，绝对不行。要找到温客行这样的，那完蛋了，那得操心死一天到晚。那不会，不顾家，天天不到处乱跑。我不觉得，给对的不停的对不停的人说那种奇古怪那个，并不是好不好？温客行他这个人认定的事情就是对的，两个人本质都是善良的，都是好人。善良归善良，这是最基本的。善，我觉得已经一个人的本质一定要向善，那就是好，我觉得是 OK。那你的女儿选谁呢？温客行。好好漂亮，有勇气。好，自家压力啊，可以。好，来，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片段。
哎呀呀，吃西瓜。你看，又没给钱，又是我给钱。这个，好，谢谢，吃吗？哼，多谢。这个是噩梦。哇塞，这个怎么了？我告诉你，这道哥，算不说了。怎么跟熊孩子头一回感觉？都说了一半了。说不说？你还想不想找回你的荷包和玉佩了？找不回就不找呗，待会儿说。无所谓。哎，阿旭，你要不要尝尝这个糖水？我还让他多浇了两勺糖浆呢。嗯，花的不是你的钱，你倒挺会抗他人之慨。别这么小气嘛，我好歹还救了你的傻徒弟，是不是？不算赔本生意。谁要和你做生意啊？还钱。阿旭，你就让我花花你的钱呗，不亏。你肯为那个老头子3000银子就卖命百里，而今我就花了你这么一点钱，大不了我以后也供你驱策，可好？好啊，那就请你圆润的走远点。好啊，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天，这。这句词儿我想半天。Disback 没有 back， 他最后一句他自己那个加的，那个圆润的走远的，是不是？他不是，我说的是差不多意思，好像就是把它改成那个，对，他自己改的。然后我想了半天怎么回击他，你去哪儿我去哪儿，我觉得这个回答比较满意。就赖呗，就赖呗。那个糖水啊，真的是怎么了呢？我刚才喝，大家以为我喝的是糖浆，但横店天气就非常热，就放不了多久，因为刚开始是豆花，你知道，然后那道哥给我拿那个豆花都馊了，馊了，我还得演吃的那个糖水非常甜，因为横店天气太热了，放不了多久。明白，好想有阿旭这样的朋友，好幸福啊！真的是，走到哪有人买单，有人付账啊！你不觉得温客行更完美吗？不觉得。这哎，人家吃我的，喝我的，用我的，对啊，人家虽然摆个臭脸，但是非常慷慨。对啊，对，面对这个，然后这种人欠钱不还的这种人，啊，你生活当中要是遇到一个你的朋友欠钱不还，还能做朋友吗？我都没有那么介意这个东西。温客行都为你卖命了，好不好？什么卖命卖命？为你这个救徒弟又救你，是不是？每天当牛做马的，还做饭，多么完美啊！是不是？是我，我愿意给他花钱。所以阿旭有没有什么治温客行式厚脸皮的方法？就是每当他这个厚脸皮的这个架势和语言又出来的时候，阿旭会用什么方法来治他？没什么方法，就接受且买单。嗯，等后面大家看就知道了，有的是方法治他。哦，雕虫小技，可以期待一下哈。好，然后包括刚刚说到，就是说周子舒宁愿挨钉子，然后变成乞丐。易容成乞丐，也要离开天窗。那你觉得这个周子舒这种裸辞的做法，在现实生活中可以采取吗？裸辞，可以啊，当然可以啊。我觉得，以我的理解，人活着嘛，不是说你有多大的权利，赚多少的钱，如果有一份机会可以和自己喜欢的人和自己爱的人，简简单单生活在一起。这就是很幸福的事情，有多少钱花多少钱，而不是说我一定非要挣到多少钱，然后有多大的权利可以去享受这些生活。其实平平淡淡就是周子舒就这样的，他觉得其实做乞丐也很幸福啊。那我是为自己活着，我是有自由的，我不是被别人驱使，被别人利用，是别人的一个傀儡，我终于做回自己了，无论是做什么我都是很开心的。那句词很经典，火起来。宁可乞丐做三年，不是宁可那个什么也不肆意枉死啊，宁可的什么的活一天，也不愿违心的什么，是吧？活一辈子，活一年还是怎么的？对，好像是有这件。他连我的词都记住了，啊，你自己词记不就算，连他的词你都记得，可见他上一部戏演的是有多么的不认真，上一部戏的一个句台词都没有记住。上一部戏为什么说几句那个就是那个火焰蓝的台词？你
你别 Q 别的剧，也是优酷的戏啊。别 Q， 记得吗？忘了吧，一句都不记得了。那你说明你上一部戏我记得。说，消防，等一下啊。哎、都在那哈，都在那。消防员的使命就是守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这只是背了个准则吧？准则、啊，那不就最经典的一句词？这都我们都大家都能看。太多了，你得让我看那个片段，我才能想起来、哦，绝对想起来。对，但由此可见，你看他跟你搭的戏，他记词记得非常的认真。嗯，你看连你的词都记着，敬业、认真、负责，不愧是死记硬背的代表。好，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下一个片段。阿去。还在睡啊，起床啊，陪我去逛逛乐凡楼吧，都日上中天了，起来了，都说乐凡楼啊是欣赏岳阳城风光最好的地方，起来了，走吧走吧走吧，别碰我，走啊，再闹性命砍了你，走吧，哎，开心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有花堪折直须折，何必呢，起来了，不去打脸。这个是江南才子啊，这都做的，你就看出来了，说明安静似弦。啊，安静，那是何人？他们是江湖中一股难得的清流。安静似弦，四人都雅善音律，背景却大为迥异。只因为志气相投，互为知音，结伴退出江湖，隐居在安吉一片极美的竹林之中。已经十几年不问世事，难怪能奏出这般不染凡尘的乐声。四弦中一对是夫妻，本是同门兄妹，还有一位是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但是善于抚琴。这最后一位啊，便是独行大道贺一凡，固然深陷泥淖，却心向光明，受到三位好友的感化，弃暗投明，一起隐居着山林中，方才成就了一段高山流水的佳话。高山流水，知音难觅，山河不足重，重在遇知己。嗯嗯，若我不是来日无多，能似安吉四贤般与知己诗酒江湖，仗剑天涯，不务正业的了此余生，岂不是好？何必拘泥，便是这般过上两三年，也强过枉活了一世。我们接下来有一个小游戏，看一看这个兄弟之间的默契怎么样哈。我们来这个，我说一个词儿，然后呢，你们俩同时做动作，看看你们两个做的动作是不是一致，好不好？好好好好。来，第一个词儿，卖萌。卖萌。嗯。好，下面窃喜。窃。嗯。哎，这个有点类似。好，牙疼。嗯，左右边挺对称的。下一个，打招呼，嗨，哇，哎，这个神同步哎，好，下一个加油，加油，嗯，好，下一个爱你，爱你比个心，哲瀚被迫比心，好，下一个，
腹肌。腹肌？嗯，是手无腹肌还是腹肌？不是，这个腹肌，六块腹肌的腹肌。腹肌怎么展示？不用展示，我有。好，下一个迎财神。发财。好，下一个流云九宫步。这个很难展示。他展示，他会。好，那下一个七窍三秋钉。哇塞，狠人，往自己钉钉子。嗯，这个也很同步。嗯、喝茶。喝茶。嗯，好，最后一个易容。都是你的绝学。这个易容易的有点草率。好，两个人默契还是可以的，好几个动作都是一模一样的同步。然后之前哲瀚有在采访里面说在剧组的时候经常被龚俊的歌声给叫醒，所以既然来到了我们现场，龚俊要不要用自己的歌声给大家录一个闹铃、提神醒脑的闹铃？怎么唱呀？那对，我们有手机，来，我们上一下道具。他唱吗？你唱啊。他录什么？你先录你的、对，你别管我录什么。就是、你可以录一个搞怪的或者怎么样都可以。我知道唱什么了。就给大家录一个起床录音。龚老师亲自作词作曲、嗯、一首原创歌曲送给大家。好，来唱。等一下，你先别按，让我想一想。我应该唱什么呀？起床。起床有什么歌啊？随便，你可以自我发挥，哪怕对着他大喊起床了，快给老子起床都可以。哎，怎么到时间了还在睡觉呢？赶紧起床了，再不起床就没钱赚了。好，谢谢。别唱歌了，每次都唱歌。你看你一说话我们就知道，嗯，是老温来了。那我们接下来请哲瀚也录一条好不好？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起床了。好，谢谢，非常感谢两位。那我们这个马上我们的今天陪看就要结束了，我们最后报一下对方的一个小料，对方有什么口头禅啊？脱衣服就脱衣服呀，脱衣服，拍一条就脱，拍一条就脱。这不属于口头禅，又横店太热、而且他非常容易出汗。好，那哲瀚呢？觉得龚俊有没有什么小习惯、小癖好、口头禅？嗯，他经常会赞美自己的容貌，太帅了、怎么可以这么帅？嗯，看着你说吗？还是自己对着手机？对着镜子，他看着我。我什么时候对着镜子说过了？经常。在这里造谣，经常说。这句词儿其实是对着在左边化妆的你说的。我明明在你背后。你在我左边。后面左后方。这是左边啊。左后方。那看到我。怎么看不到镜子就看得到你？夸对手。情深，兄弟情深、可以哈。那我们最后有几个网友的问题，我们来简单的回答一下。第一个，如果可以得到一个周子舒和温客行的技能，你们想拥有什么？拥有了会去做什么？我想拥有一把温客行的扇子，这样天热的时候可以给自己扇扇风、就可以不用一直脱衣服。哦，因为对手是吧？都可以，两者之间的一个技能。好，那工具呢？那我说两个吧。我想拥有他的那个流云九宫步，去哪儿都会很快，自己去。还有我自己的技能就是，我想真的拥有这个看古识人。的技能，你对这项技能还有期望呢？我可以搞副业嘛，是不是？哦、搞副业就赚钱，发财、可以发财。好，那我就要周子舒的那个化妆技术了，可以成为一个美妆博主。你可以去教学了，可以以后妆自己化，化妆师的费用都省了。眼光都非常高远哈，你们两位，这个赚钱兼职的梦想，赚钱技能一级棒。好，下一题一，演完这个角色以后有没有什么变化或者成长？咱们这个《山河令》，不管是哪一方面制作都非常的精良，然后我从中学到了许多，包括对手
说实话，包括剧本，包括编剧，对自己，我觉得是不管是演技方面，还是在演戏的各方面，节奏啊、调度方面，都能从对手身上学到很多。实话，嗯，包括一些老师、老戏骨也来我们戏里面，嗯，从对方身上学到很多，对自己演技有提升。那就是最好的，我觉得我自己在进步。 好，那我们最后请两位用自己的角色一句话再给我们安利一下咱们这部山河令好不好？来，一句话。自己的角色。好，那我先来吧。我想好了。山河不足重，重在遇知己。哇，一句台词厉害。好，追我们剧的人身上都有光，对，记得找寻生命中那道最最重要的光，就来我们山河令，我抓给大家看。哇，是那个味儿了哈。可以可以，好，非常感谢两位今天的陪伴。那大家一定要记得在我们优酷锁定山河令，同时呢也希望各位多多支持我们两位，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拜拜。家事，柴房。您若是嫌怠慢，柴房好啊。傻小子，缠太了，岂不闻烈女怕缠郎？啊？那个，有志者事竟成。文哥行。哎，在呢。你叫我名字，怎么叫的这么好听啊？你个鳖孙儿！阿旭，阿旭，阿旭啊，阿旭，跳魂呢？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去给我弄点吃的。你为何不自己去啊？好好好，我去我去。你看看别的女孩子都是什么做派。哇，那么好吃。你怎么还和这傻子混在一起啊？对呀，还和那俩傻子混在一起。呀救命啊！你们师徒二人整天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好吃懒做。圣人有云，君子远庖厨，感情是讹我来做奴才的。看什么看？